有咩消息无？有安尼消息无？迷姐，我真系受够糊涂的。你讲，我这要安怎做才好啊？你先卖关口，慢慢做者。我相信安安一定无代志的。我内心人就真正无去啊！即马嘛，唔知为倒位找去才好。我是安怎对所有人交代？安安是这是一个人心肝宝贝呢，但这个切袂转来，我的这个就大个。 你莫一直想去别个所在去啦，先冷静点吼。敏姐，我真正根本就对不起大发的，伊即摆身体无好，啊，若是搁找袂转来，大发一定会烦恼到死去活落去的意志。那真正我一天是要安怎，所有人拢袂原谅我的。好啦，你是莫安尼悲观。即摆到有啥物线索？对方甲安安抱走无着是啥？是为着是还是有啥物冤枉？ 到即摆就阿无消无息啦，我嘛唔知对方目的是啥物。敢是赵小柔啊？伊根本是为着甲你讨无钱，所以就扣分，甲安无走。我头一个想的嘛是伊，我甲来发因，还佫有冲去小路一带所在找过，啊，毋过啥物拢无发现，无进无句的，最后阮只好离开啊。我感觉这件代志。 赵小柔遐咪上大，敢真正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？我嘛唔知，虽然我对伊还佫有怀疑，啊，不过我即马佫较惊的是，安安若是互无熟识人抱走，安尼就害啊，因为就算要找，嘛唔知要倒位找去啊。 阿咪啊，咱们慢慢食咧，酒遐尼久啊吼，啊，敢要搁继续等下？较有够酸的是讲，咱两个咱们车顶做恁去等，一定要苦，咱们食。哦，当作我无讲，当作我无讲，我继续苦，继续苦。啊，无人叫伊食等啊，家己爱哭爱跌咯，你也无爱等哦，你等去。哦，等，我无想要等啊，我是唔甘要当只翅膀。即嘛大拢咧烦恁安安安慰的，我若是咪关心忙啊？哦，我知。 无帮俺代志交啊，你继续等吼。来啊来啊！你看，这里办不管大包小包，一定有问题。你，我，哎哎，创啥？林建吗？创啥？ 你若无做歹代志，你来惊啥？啊！笑死人！你也毋是警察，你为啥物惊嘛？你若报警，我会报警哦。拜托，紧去报警，吼！你若报警，紧去替阮报警。啊，警察来都问看，安安到底是倒位？无去报警，紧去报警，无！你啊去啊去啊！啊！毋免请我啦，恁啥拢共款啊？安安的代志哦，甲我无关系就是无关系啦，你毋免无采工啊！ 根据我的经验，参照要对阮恁种小人，如果无，就表示有，这就是合作做贼心虚。你倒来，你大声，我就会惊你哦。你若是有证据，直接走去警察局啊！若是无有走啊，莫啊啰嗦啊！你莫叫是你无承认就无代志哦。你若无做亏心事，谁人好好家己的厝唔大，半暝要闹跑啊？谁讲我要闹跑啊？我明天出去佚佗。佚佗？ 我看你三姐这样子，要得佚佗啊？去几工啊？你敢会管伤济啊？我甲陈纯纯的恩怨，还是我家己的代志，你食饱收银哦，什么代志拢要管？这个是几万块，大家不要来讨论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你等下我安怎啊？
正目睭紧紧看会怎安尼开走去？那法度，咱都无证据啊，只好放伊走。不过看伊态度甲表情，安咱的失踪一定甲伊有关系。是讲伊可能早就有防备啊，无得靠已经安安插在别个所在了。有道理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叫人关掉的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甲安安找倒来。向传简讯而已啊！昊天呐，你紧张啥？哦，无啦。对啊，你明仔载有闲无？有空，当然有空啊。明仔载想伊利达年度促销活动，这对阮公司来讲是真重要代志。明仔载所有跟阮生意上往来的大客户拢会来参加，我希望恁不要做出事。要叫我陪你去参加遐尼重要的场面哦。只不过明仔载来，拢是有头有面的大头家哦，就看你是毋是敢陪我做伙去啊。敢？那我啥物唔敢？我安慰是啥物拢敢。你最放心，我明仔载一定洗不了掉的哦。哎，穿得很整齐，你放心，而且袂让你漏开，我一定叫规矩来。你最放心哦。好，哎，明仔载播三点，不见不散哦。No problem， 不见不散。秋明先生你好啊，我姓杨，啊你贵姓？啊，周董呀，你好，你好，咱林刚老杨啊，做伙打球啊，就讲食一饭，哦，对，啊恁就健康的哈，嗯，妈你看，我今麦这个班啊，你会个 Amy 老贵，看你安尼吼，风度，斯文，气质赞，嗯。连我这个做老母的吼，用要认袂出来，根本就是大企业家的第二代。第二代，这是 Amy 主动邀请我，伊讲这个活动对于伊丽达来讲非常非常重要，你家己也想看卖，是遐重要的活动，伊会邀请我去，表示讲伊非常重视我。我咧想时到，到时阵，伊真有可能甲我手牵。当众人的面头前宣布讲我是伊男朋友，还是未婚夫，你家想看卖，迄个时阵我的心情安怎？我的心情咪讲讲，这太好了！千哥，我朋友来找你。啊，来啊，哥。一定是 Amy 来啊。Peggy。啊，阿静，是的啊，我真正是什么办法都无啊，只好来找你斗三工。嗯。哦。啊，前两天你带队来查阮店的，啊，今仔日叫阮穿啊斗三工，啊，你袂感觉歹势哦？啊，不是的啦，迄天我真正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我管你有啥物苦衷，坐阮家啦。我有看你不爱和你入门啦，你即马甲我出去，我不爱甲你这个反面无常、侧面查某相交叉。啊，妈，好啦好啦，妈，你先卖生气啦吼。啊，这佩奇既然来得来啊吼，我看伊你敢有真侪代志，快，无先分坐咧讲。我有啥物代咧，小可斗三工啊。假使讲若真正我都斗三工，算讲甲议员做公关啦，好不？好啦，卖生气，卖生气。客气啊，要坐下，坐来讲，坐来讲。多谢。啊，是什么情形？大风今麦好难威胁，那无三千万解决问题，马上就会闹出人命。啥？三千万哦？哦，这尔啊贵的公关费，歹势，我付袂起。快请。这笔钱你一定要借吧，这真正是救命钱。那是恁家的代志啦。当初你去嫌阮穿啊，讲甲伊做伙无前途，啊，今即嘛好啊，你嫁了一个吼，犯杀人罪的翁婿，啊，不过安尼这尔啊良辈，
翻头倒转啊，要叫阮穿下来斗三工。嘿，你安尼敢对？哈？哇，这个开嘴3000万咯、哦，3000万的呢？哇，你就是讲这小数目无？就是歹人唔好谈，好聊。阿母，过去是我有眼无珠，唔知花钱好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唔是要利用过去的关系来骗伊的钱啊。我真正是走投无路，伸手碰壁才来找伊。这笔钱是我甲花钱借的，我愿意写借据。写借据？哎呦，我拖下来吼一大堆的借据啦，拢嘛是招笑啦、娇笑啦，啊！啊，一日一日叫我推推，拢嘛无用。佩奇啊，啊，伊一个议员要借3000万，应该不是遐尼困难的代志。敢讲你无去公家银行试看卖？会用试，我拢试过啊。我一个当议员，试过去较有赚头，甲面底皮蛋底涂较大，都是无人肯借我。即马连恁。马吉仔，大风真正是无希望啊！我无法度救我家己红世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。好，你卖伤心，卖哭吼。3000万嘛吼，我答应你，我借你。真是的，静啊。袂用伊啦，袂用伊借伊啦。阿母，我知影过去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在感情上伤害花钱。我伫遮甲恁回信的。我希望恁原谅我。我希望你看在我愿意参会的份上，何会请我斗相共好无？妈，我过去安尼啊，带两公大家以前嘛，一个情谊滴的吼，你嘛不忍心看伊安尼凄惨落去嘛，对无吼？我嘛实在看较真不忍心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甲斗相共好啦。你就是遐尼啊戆，直接娶无某啦！你敢袂记你当初，伊是安怎伤害你的？哈？妈，过去都恁过去啊，对无？你嘛知影我的个性，我若知影讲人有困难，不管是朋友也好，还是讲兄弟也好，我拢会安尼尽量去甲斗相共。即马脾气都拄着种困难，假使讲我若无甲斗相共，敢讲你要我即个代志扛在心内，捂住一世人着？你敢愿意看我安尼？对，好啦好啦好啦，钱你的啦，你要安怎开随在你啦。也唔过吼，你唔通后悔哦，到时阵吼，在我面头前爱我听。真的是多谢你，以后若是有任何代志，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，我一定会尽力甲你斗相共。我一定要尽力报答你。麦克，哎，我今日要来斗相共，唔是讲要得到什么好处，是讲你要来回答我啥，拢唔是安尼吼。主要就是讲带两公，咱以前个朋友交情滴个吼，啊，你卖我白想啦，哈。啊，我即嘛无微信，只好你七八岁，你家己有无？无啦，无要紧，不然今日处理钱个代志吼。啊，行，麦相信。罗大娘，咱借问下，你这边人在倒？我已经在路下。啊，你好，我着等你。啊，不过我提醒你哦，我这边手头的证据是愈来愈值钱啊，你爱赶较紧的，万来是买无。魏明，我警告你，你上好莫甲我变鬼变怪。我讲的是真实的啊。
现在有其他的买主等要买，你若不赶紧的，我就卖给别人了。我会尽量赶，一定要准时到。有听到无？杜世雄已经在路下啊。林大风啊，你的未来是生还是死，都要看你的水母。我够爱你。快去，快去！这三千万我拢还好，才百几万的美金。何晴，多谢你。哎，这晚光太辛苦，真拢假的。恁今日敲电，你给我去行。何晴，等你啦。你跟我斗三工到这就好啊，我家己去就用。嘿，咩来用的啦？你一个查某囡仔挂遐侪钱嘞，嘿，我袂放心，而且去用敲代志了。那唔过。哦，那个也唔过啊，你唔管真赶紧，所以坐我车，我载你啦。行行行。何晴，我是真正足感谢你的。其实我一直拢知影，你对我也好，我嘛知影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。你我必须，我一定爱甲你定情节。我即摆对你也好，帮助你，是带点贵钱的交情。唔是我对你有啥物感情哦、啊，你千万唔得误会哦。我即摆心肝的爱人是 Amy， 而且我这人对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洁癖的。我心肝微微啊，我都对两个人吼，所以奖金啊，拜托，卖跟我讲感情的，而且 OK 啊。这我拢了解啦。我是真心地感谢你的，在这时阵，阁愿意跟我斗三工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知影，我唔是伫利用你过去对我的感情，我真正是被人逼着啊，真正无法度啊，才向你开嘴。慢慢讲，来小可代志。你看，咱两个徛当边，阁耽误三分钟啊啦。你唔真赶紧，你做长了，咱两个当作小事来处理，安尼好不好？快，快，灰尘啊！讲什么以后我表现袂发漏气啊？即马拢几点啊？人还袂出现？你这足好胆的，竟然甲我母即出来，等伊来哦，绝对会好看。可毋是太车，无你搁打电话问看卖啦。我卡过啊，电话袂通啊。啊，无得卡是车故障去啊。伊车故障，伊敢袂晓就客人才来？你莫搁替伊找理由啊！我是头一次邀请伊参加咱家公开活动。伊竟然花这财物，你徛伫外口等，面子真正有够大。雅姐，啊时间嘛要差不多啊，敢要继续等？啊是先离去到后天主持活动，较免去用着时间，把较大伊那门起来着歹回答啊。无安尼啦，你先入去，甲后天讲哦，搁等我五分钟，我随你去。好啦，我先入去。小姐，我陪你来。真正唔免啦，大风嘛在场，我无想要让伊知影，我真是甲你借的。可以误会咱两人。有冇搞错啊？我借人钱，佮安尼冤冤不了啊？是的啦，啊你拄则唔是讲，这是抄社会书，咱就照社会书规矩来处理。好啦。我先走。哎，一个本来遐尼骄傲、搁自信的查囡仔，今麦为着爱一个人，变甲安尼。要我为伊工作等来，赞，嘛算是敢爱敢恨的狠角色。我枉为是我王慧清过去爱过的人。哎，我竟然甲关咧，我后半世人个幸福个代志完全放下袂记，只惨啊惨啊，只温室无话，金大风啊，我看你个水母，唔是对你真心真意哦，到今嘛还袂出现，阮当要甲你放婚照，无可能，
迄一点啊，你无可能唔管我。啊，不过这三千万，唔是小数目呢。哦，水，哦，你拿我真正是心连心呐。讲到你，你就最高啊。太君，走，真走。 咱算是因某两次，阿伟两次，你得要讲来白做来讲。况且吼，恁阿妈母。 我带恁去好好轻松一下，好。不行，不行。你别动，我真紧张啊。罗董，真歹势吼，咱的交易必须要取消，因为有人出比你较悬的价钱，所以我可能以后要交关生意都要另做。你是个老子的小人！罗董。 罗董，罗董，放手，放手啦！你真正要甲砍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即马行情无共款啦，规身躯抗金阁包银，互你袂砍死。你若甲我拍气角，都换你断脚断手。对啦，识时务则是英雄，罗董呀。 今天我较歹势啦，你别走一撮，哦。哎。 我警告你哦，离我较远的，我即马规巴肚火随时拢会爆炸。你若无想要找死哦，啥物兵器？马警，就算你马肚内面有核子弹原子要爆炸，我是拆断专家，伫咧爆炸以前，我会先安尼，互你袂出去。会先安尼拆掉，马上离开。好，十秒，若超过十秒，我都唔敢保证，我是毋是有法度控制我的手，莫摕杯仔甲你弹。唉，就算讲做龙王，透过轮椅哦，但讲啊。 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先您拍过嘛，其实卡波打叉下人无对吧？就算讲迄个，我总得我真正是有影手机啊无电了，所以我毋是故意关机，我来咧找无倒来啦，真正是。哦，你的罪名敢干安尼？后一条嘞，哦，互你二十秒。你敢知影？年度促销活动对阮伊利达来讲是有偌大意义？伊想要游客去啊！ 最具代表性的社交活动，身为政商名流，拢会来。我的你来，就是希望讲你有机会，能跟我爸妈给介绍一挂，至少大家知影讲我有你安徽亲戚的朋友。结果嘞，你讲你没来，你煞无来，你敢做这啥？这代志是啊，你卡叔讲，那不是讲临时寄袂开口，我绝对一定搞，你家己看，你家己看，你看我这一身的名牌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个希望能够给你成双成对哦，来去看你，在。 镜头面头前，忽然间讲袂输，敢若电视剧走出来的白马王子。白马王子哦，吼，你就敢讲的呢？搞穿衫嘛是搞啦。这个时阵，你竟然搁讲这大明星的话。
阿志玲，给你五秒，有什么代志比我杨爱梅更重要？哎呦！既然超过五秒，你不想活啦？不是我不想活的，这代志是安尼。这社会书我们是讲五秒就得解释得清楚。啊，我们这社会书，我们就是安尼呛人呛去，比啥较大话。我看哦，人人叫你一声枪哥，你就是歹势无替人徛伫遐做门神，顶气面对吧？哇，这不是顶气面，那是好多义气。不是顶气别，你也知影，佮我咧讲，我是南北二路将官山，化水跟人站开地当的哥啊，绝对袂当咱们少年面头前有那场失血的时阵。顶气别，这里给，这里给气别。看到我安尼求你救命的眼神，啊！我无再条救你啦，我也无温存点头啊！你要叫我讲伫诶面面头前讲好话，无可能啦。是啦，我毋是要对你替我讲好话，我主要是讲，希望你会使教我，万一这件代志呐 ，Amy 知影上歹拍算，看到底是安怎，你嘛小话讲者，我有些心理的准备。哦，你爱我讲？系啦。安尼啦，若是今日娶无某吼，规矩这层代志，你挖一个大大的坑，甲埋落去，永远拢莫讲出来，上解好。没那么可怕吧 ？Amy 这少岁吼，都我江湖气魄的一半。人讲吼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啦。哈，阿伯啊吼，江湖红玫瑰一枝花，都是伊啦。处理代志，心肝敢会比我狠啊？确实是袂咧。想当年吼，林爸爸啉酒醉，心头无定，去采野花，互我抓到，倒来了后，我著甲收你到乌头正面，脚穿笔笔，三个月都唔敢出去见人。啊，你甲顶配起，啊，先切都切袂断。我你讲哦。这款的代志吼，伫个查某人感情的生死簿内底吼，是万恶不赦。你安尼唔通讲，安尼会惊，你唔好遐惊呢。啊，种代志你也唔较早讲的啦。嗯，啊，你伫顶配齐的面头前结一个英雄的姿势，我哪有在条阻挡你啦？哈，你该死啦！好，你家在下面吼，咱也袂出入门哦。也若无哦，你都予伊凌迟到半小时。唔啦，安尼尔，若娶入门哦，迄个时阵哦，你都五马分尸啦。你哪有迄个机会，伫我面头前，我徛在遮听我讲话？安怎？爱我讲一寡吼，查某人对付查甫人的十大酷刑无？没，哦，你唔通讲，你若讲话，我会许个反面。主要困袂去，等下 Amy 面头前，我怎啊双脚怎啊落软，唔当唔当，会软脚。对啦，无定着吼 ，Amy 比我较有心焦，我先甲你煮迄几天药嘛无效。去啦，去恁爸面头前吼烧一个香啦。爸面头前烧香，即摆求保庇敢会无？啊，保庇你的头啦，甲恁爸回信你会对我发气啦。顶边唔知啥物人讲吼，用红大炮的名，底下伫咧咒诅，咒诅讲吼，无爱甲顶辈子来往啦。你哟，死好了，去死！
今日哪有闲来？敢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三工？斗三工是免啦。老实讲，我是为着阮青儿的幸福吼才来啦，若无我也无想要来。青儿甲你斗三工，安尼就准拄好啦。啊，不过我希望这边了后，大家莫见面，莫有小交叉，免得吼引起误会。我知影我造成火情真大困扰，请姆放心，我以后袂去找伊。嘛，感谢姆帮伊和火情搞到三工。希望你若安尼讲吼，就安尼做了。唔通面前吼答应讲好，啊挖一个头，偷偷的要钱啊，安尼介高高低呀。你是有翁的人呢，唔通吼，互阮青啊对 Amy 无通交代。你们根本唔乖啊，怕垃圾啊！是你老师喊我青，只干我来叫你配齐的呢，你个好意思来叫还配齐啊？嘿，好。你对人讲话莫遐尼无礼貌，林大芳，你这个青面吼，昨昏叫你某去甲穿啊借3000万，啊钱借着啊，即摆咧赶人哎呦！歹势啦，啊，阮真正唔知影，那3000万是佩奇去人借的，是我误会啊。我今日来吼。唔是要来讨人情的啦，我是希望讲吼，大家自今仔了后，咱莫小交叉。想袂到吼，恁囝无问我清楚，安尼就咧随便骂人。阿母，你莫生气啦，这真正是一场误会。我代替大凤甲你回信嘞。哼，啊伊无嘴，家己袂晓回信嘞哦。阮穿也是重情重义啦，啊，无问讲哦，恁借这笔钱是要创啥？啊，家己会惹麻烦未？干那佩奇一句讲哦，借的钱是要救你的命啦，还着钱借伊，咋哪知影你这个唔正囝吼，这款态度，我迄阵哦应该反对到底啦。你讲啥唔是唔正囝？你咪伤过分哦。大宝，你咪安尼啦。哼。真正有影，唔知影好歹。金大芳，你闹查甫囝的气魄，家己解决问题，唔免叫恁某吼四界去共点头借钱啦。丁佩奇啊，你目睭顾着喇叭啦，才来嫁着这款翁哦。哼，什么啦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有才调你钱就紧幸运。阿母的个性本来就真强，你莫放在心肝顶。佩奇，啊你早就知伊的个性安尼，你啥物去阿安惠上拜托哈？你是咪阿讲你真可怜？你家翁实真无路用，好运当真哩啊！我无。无？啊无伊啥会讲话安尼糟蹋我？甲我面顶袂等你拖较大。好啦，大芳，佩奇忍受委屈，已经遐尼大，你唔通你咁歹啦！你想看未？你即摆只不过红骂两句啊，你就袂堪的。你敢有想过？佩奇得爱偌大勇气，唔惊人骗想，才发到人开嘴。伊所受的委屈哦，绝对比你加几啊倍。你是还上连基本的体谅都做袂到哈？妈，出出去，莫个讲。佩奇，佩奇。佩奇啊，佩奇，佩奇。
就是安尼，就是自尊心就重的，啊，所以才会对你发遐大性地。你感觉计较好不好？伊有自尊心，根本我就无。为着大风，别人安怎给我洗面，安怎吞打我的自尊，我拢会忍忍耐。啊，不过大风哪会安尼对待我？感觉我为受的委屈还阁无够。是你先出面给我打的，我太太吼，嘛有我母仔囝，给你说多谢。我安尼做，不是为着要互相感激我，我干那想要替大风解决麻烦，其他根本都无重要。我安尼为伊设想，啊伊咧，伊心内计较的，干那为伊家己的自尊。村的，得跟他爷祖村呢。我今妈妈跟他村起议员的头衔呢，我跟他村起大风娘。啊，不过，若是我为伊做牺牲，我来是伊对我一再伤害，一再误会。安尼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我是不是有办法会当继续坚持落去啊？佩奇啊，过去都是我唔好，是我无体谅到你为台湾付出。啊，不过给你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会劝大好。计好好啊，珍惜你对伊的情分。我拜托你，莫放弃，要无？明明就是相亲的翁仔某，谁在袂当感受我对伊的爱？阁需要别人来甲伊提醒，甲伊苦劝，伊才会当了解。这种感情毋是真悲哀。安尼想，即马台风，大家拢提心吊胆咧过日子，所以才会疏忽着你的感受。不过伊毋是一个无情的人，你对伊的好，伊拢知影。你敢无啥物话？要甲佩奇讲。大雄，我拜托你，你对佩奇较好会用的无？唔通安尼卡袂着，甲伊发性地。你想看卖？今麦什么时阵啊？伊敢会就伫个身躯边为你付出，可敢有我爱你？啊？Thank you.
伊姐，这个系列对你来讲也是真重要，那我就甲你解释咧，你莫生气啊。你连啥物对我来讲才是重要的，你都唔知影。我真怀疑，你到底有爱我？有了解我吗？